那个大葱炒一张吃的还是挺好吃的，不是挺好吃，是特别好吃，主要是那个烤味上就特别的香。今天这个肥肠是买了两斤，22块钱一斤，买的是别人处理过的，所以拿回家自己稍微洗了一下，也就洗了大半个小时，外面洗了又翻过来洗里面，里面洗了又翻过来洗外面。我还特别喜欢吃肥肠，烧肥肠、蒸肥肠、炸肥肠、卤肥肠、爆炒肥肠、烤肥肠都喜欢吃，感觉肥肠不管怎么做出来都好吃，只要洗干净了啊。然后那天中午就我一个人在家，我爸我妈没在家。今天做的肥肠弄了2个半小时，先洗，洗了之后然后再卤，用高压锅压了10分钟，然后再烤。像这种烤肥肠特别的好吃，特别的香，平常的烧烤店吃到那种烤肥肠都没这么香，因为烧烤店的肥肠都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像这种一次性拿一大口，哇，你吃的就特别的香。烤过的大葱吃的是甜的，完全没有辛辣的感觉。我刚才突然想把这一根拿起来吃，然后我想着我就吃一点啊，你看这个东西第一次做都没有吃过，然后给我爸妈他们留一点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大葱烤肥肠吃了特别特别的香，然后唯一有一点不足就是应该把它边加热边吃，因为这个冬天冷得比较快，像现在已经完全已经冷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